自由时报三 C 频道六十秒重点新闻速报。全球高阶手机五大热门品牌出炉，市调数据显示，售价12500以上的高阶手机由苹果夺冠，三星第二，华为第三， OnePlus 与 Google 则并列第四。脸书打击假新闻，在台启动第三方事实查证，若被查到有张贴不实谣言贴文，连续严重违规，粉丝专业或个人账号将被删除。全球真无线耳机热销几款排行榜单公布，今年第一季出货量，苹果 AirPods 市占超过50%以上，高居热销冠军，三星 Galaxy Buds 排名第二。黑莓手机重返台湾，中阶新机 K2LE 开卖，主打商务族群，搭载 4.5 寸萤幕与实体萤文键盘，售价16000元有找。任天堂全新手游《马里奥医生世界》7月10日上线 ，iPhone 和 Android 用户可免费下载，游戏玩法类似俄罗斯方块，还可以和 LINE 脸书联动发送爱心。更多新闻都在自由3C科技频道。